可能掉下来了。现在巢穴在，它巢穴在左上角那里，现在已经跑到右，它已经跑到右下角那里，太顽皮了。它应该回不去了，它还是会飞。他不回去了，希望不要掉下来嘛。对啊，如果这样子在这位置无法喂吗？
哦。想要拼命爬回家咧。